하지 마. 아, 여기 마. 手机怎么才一点点声音啊？嗯，哦，你这个手机都是母的，怎么可能有公的那么大声啊？哦，这样。老板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卖这母的手机给我，声音都听不到，帮我换一台公的。这声音太小了吗？我帮你调大声就可以了。你忽悠谁呀、啊？母的调得成公的，那你们女人还用嫁老公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算了算了，欢迎你给你。下次再这样，我要投诉。